亲密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，我是贾刚璐。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刘晓光老师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来这个讲解围甲的一盘棋，选择的是第12轮那个谈笑，是吧？跟这个李东勋。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季后赛第二阶段的一盘，浙江体彩队对阵龙源名城杭州队的一盘焦点对局。那么这两位棋手呢，我想棋友们可能也比较熟悉啊。一个呢是我们中国的世界冠军谭笑九段，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韩国现在年轻一代中比较有实力的李东勋。李东勋是等于是商界到围甲当中，对，是吧？我们的外援。外援。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的围甲当中是相遇，所以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。好，那这盘棋呢，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刘老，今年的这种世界比赛啊，都是在线上，在网络上进行的。网上，对，只要是外援都在网上进行。对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盘棋是李东勋的黑棋。黑棋。是的。他们两个人的历史交锋呢，是台下2-1领先，但交手还是相对比较少。比较少，然后黑棋选择的挂这个，这比较正常的啊，比较多见，一挂小飞，然后再小飞挂，对，然后它是，白棋尖，尖一个，这个也都是比较常见吧啊，这最近下这个也多啊，这个走这个也很多，对，现在尖一个应该是也是比较常见，接下来黑棋是拖了拖了连扳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定式，最近下的比较多的。那么实战白棋是选择的这个定式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多吧。对，黑棋。对，立当然也是这个立也是有，还有一种是压了再脱先也有的，是吧？比如说这样。好，现在它是立一个。对，那么这样的话，黑棋是贴起来。贴起来呢，它这个点一个刺，这个是比较是著名的一个下法哦，那如果比如说跳了，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啊。对，如果是这个图的话，对，这个比较复杂。对，但是这样就是这个好像要先断一个，是吧？这个这个比较复杂了，这之前下的比较多。这样它可以跳在这儿。对，这后面的下法，要有研究了。怕这个话题比较长啊，他怎么没选择这个啊？对，他好像印的比较简单。简单。对。李东勋白棋拆，对。然后呢，他是走的这个呢，是这个点着了还是可以？如果现在啊，你如果走这个，他会走这个。他会这样。黑棋会这么下，如果你尖，他可能会要这样。他不会让您。对，如果这样是白棋的图，对，不会让你下成这样。哦，这个是形状是这个情况啊。嗯。然后白棋在这个地方，他是把这个子先。先在这个地方走呢，就是说，是要点抢着吧。然后这样的话，这边暂时告一段落。刘老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是普通进行啊，普通进行，应该说白棋也没有什么坏棋，白棋也是行的吧，可以吧？就一个正常的开局。正常。然后黑棋是走在这儿。走在这儿。这是在这个形状是脱先的话，是这个位置比较好。刘老，我感觉其他的棋形我们经常可能会对，有这样的感觉，有这样他会这样。反而在这个局面下，这会是这样的。你如果这样，他大概是这样。这个形状呢，有人是要这么下的。觉得这个位置还是不错，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呢，他会尖一下。这样子。对，如果是这么定型的话。对，这样。或者这个是吧？对，可能是这样。这是整个定型的位置。作为白棋来说，它也有考虑这个。也有这样。出头。出头，你贴过它下面飞一个也有。这样。这也是一个走的形状，可以这么下。现在白棋没有。实战是挂角了。挂角。脱先。脱先，对吧？对。地挂。地挂，地挂，然后黑棋呢？现在这个地方他脱先了，
脱先呢？应该是白棋啊，可能飞完飞下面啊，也是要是我的话，觉得也是不错的。嗯，就跟着应一手也，跟着应也可以。现在他就直接这么飞住之后啊，这个他要攻这个白棋。嗯，感觉白棋的眼位有一点局促，不是特别舒展的一个棋形。好像得该还得要继续走。嗯，实战是就跟着应了。应这个啊。对。嗯，会不会有点觉得不舒服吗？嗯，感觉白棋的这边的子力还是比较密集，密集一点啊。对，就相对来说是不是效率上？先手走成这样呢，黑棋也算可以，他就先手走成这样，这个嗯也还行。对，然后他手脚，对，小飞手脚是，嗯，还是正常进行，嗯，正常进行应该。差不多吧，布局，是吧？对，还是比较接近的。比较接近的啊。嗯。对，然后白棋在下面夹击。哦，这个夹击一个。嗯。然后它是尖出来，这是老定式了。对。老定式。白棋是跳起来。嗯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啊，它是跳的。嗯。飞也有啊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下法。嗯。他这个拆二，嗯，像这个棋，普普通通的进行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正常走，应该白棋也还可以感觉。哦，嗯，确实，好像现在刘老七木半就是贴七木半的时代，好像棋手们普遍是偏爱白棋的稍微多一点，稍微多一点啊。嗯，他是走这个，然后黑棋是进来了，进来打入。这个棋要打入也行，或者这面也可以考虑。总觉得这面也不小，但是现在可能他白棋也是不是走这个来得及不？现在白棋走什么？白棋现在是跳跳一个，嗯，黑棋跟着跳，两个人就下得很对，很。扎实啊，各走各的，就是走的是比较稳当稳妥。对，那这个时候要是我下的话，我走什么啊？我可能走的比较俗一点，比如说这种走一个啊。您先从这个外跟里的交换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有可能这样。嗯。比如说这样，走掉这个。哦。嗯，有可能这样。这以后有这次，我就把它走的定型。嗯。嗯，我会这么选择，有可能。嗯，所以刘老还是觉得这个脚上特别大。对，特别想抢，想走，想这么下。嗯，实战好像黑棋确实在这盘棋也是显得不慌不忙，比较稳的。对，他这样直接，他可能怕白棋过来。也可能是这样。嗯，怕白棋过来。嗯，对，嗯，白棋还是跟着跳。哦，那跳，那我就这时候我更要走这个了。顺势补，比如说这种的都刺掉，嗯，这儿都可以刺掉，这样我再走这个，把这个脚上我要守住，这样白棋不是就更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脚是要拿的，然后这儿只要畅通了，黑的，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吧，嗯，我想这么下，然后他们实战走什么？对，实战黑棋好像看中这边的时空，嗯，来这里。哦，那个脚他怕，可能怕你挡住，这个特别大，脚上都变成时空了。嗯，他觉得这样那个脚很空，的确是很舒服。嗯，他可能觉得如果简单处理被白棋抢个先手。对，那个脚不小。嗯，他是把这个拖一个是吧？对，拖。然后白棋是挡了外面。白棋为什么不搬一个？我这正常是不是搬呢？嗯，那么正常黑棋好像接下来是连扳居多。嗯，他大概会这样。对，打这个，他不能打这个啊，打那个不好。对，打这个，他是不，哎呀，贴住贴这个，哦，贴这个是好像是个形状。如果你走这个，他把它打拔。对，这样我是后手。哎，对，有欠一个冲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要走这个，挡这个啊，单挡这个点。你也打拔，还是打拔？哎，因为你打这个，他拐吃。啊，这样子。哎，对对对，并不好。嗯，这两个交换段，你大概是会这样。好，走这个。这样白棋可以。白棋可以脱先，白棋就不放这手，就先手省了，可以再转回他的，再走别的，比如说这面或者怎么样啊。对。白棋可能是这样，是一个正常的。嗯。我觉得像是一个这样定型比较好。对。再飞这个，飞在这儿。
能够抢到先手好像也挺满意的。想这么下，想这么下，他没有走啊，他走的什么呢？对，他挡这个好像比较少见一点。挡这个形状，是也是个形。嗯。然后呢，他搬是吧？搬对。但这个时候他是没有选择挡住，而是选择走外面。对，他是虎的吧？对，粘的吧被你搬，对、啊、不好，所以他要虎、虎这个现在打劫啊，劫财的问题可能没有合适的劫财，他就不会轻易扑进来。嗯，如果能扑到他打粘上当然好了，但现在的这个劫财不方便走，因为现在劫财不好少。哎，黑棋也有劫财，黑棋这种都有搬有劫财。好，那么现在走什么呢？白棋是震过来，震过来。嗯，震这个还是注重这个震头啊，能够攻这两个黑棋，让他如果走几步当然好了啊。嗯。哎，如果他在这儿，比如说不管他在那儿硬着了，还是可以。对，如果是怎么处理一下？哎，对，这样以后再想办法怎么搜刮他啊。嗯。那黑棋的下法是点这个。点这个比较凶啊，嗯，他还是挺追求效率的，他是把这个给补了啊。刚刚刘老说虽然出其无解，有个打劫，对，但他总觉得是个隐患。对，随时这个劫是很厉害的，这个劫是吧？但是他现在马上就补了，对，这个时机选的也是啊。嗯，看来这个李东勋对自己的力量还是比较有信心啊，就是你来攻我，我还是补在了这边，就间接的补。对，嗯。补上当然也非常大，这个非常大。是，如果你要攻不出效果来的话，那手棋很大。但是通常啊，可能你刚才说这个也是比较常见吧。嗯。但是这个劫就是劫财的问题。是。嗯，要考虑啊。补一个非常大。对，他是走了一下再补。那白棋过来。对，白棋过来。嗯。起飞。哦，黑棋这个形状，被他这么攻的话，嗯，像是有点难过。把他这个位置一站呢，你怎么来整形呢？对，感觉这个空间就眼位的空间不。对啊，你要不走也不合适，不走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是吧？还得走，走的话你在这个地方整形，总觉得有点有某种不舒服。嗯嗯，对，所以实战他的选择也是。比较的，可能跟他之前又捞一票的，有可能这个抢的有点过。嗯，拆这个可能比较普通，那个打劫就先再说了，打劫再说了。嗯，双方就找劫财的问题，先把这个位置占了，可能比较温和。现在呢，被他一走呢，你的这个要处理。嗯，抢的有点猛，然后黑棋走什么？是这样，是走这个。哇，黑棋也不动了。嗯。够狠的，我本来说这个就算了，他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当然，如果这样是最满意，是他的用意，这是满意，啊，比这个呢，这个本来你还有这个利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我多捞一票，这样呢是最理想的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个白棋不答应啊，对啊，白棋搬进来，他要这个当然是黑棋有这个是吧？他搬在这儿吧，嗯，是这样下的，是的。嗯，然后黑棋先尖了一下。哦，尖刺。对。啊，尖刺一个，尖刺一个，那我是。对，很有反击的心情。啊，我有这个心情。嗯。嗯，比如说这个，或者说这个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啊，有点。这个不知道他会不会。哎，对，要么这个转过来，其实这个也行。嗯。这个他有个断，对吧？他可能反而就当棋子了。断，哎，那我这个就不让你断，你断我长，你走这个我能瓦粘。对，这个这样我可能得冲断里面，这样子，对对。哎，把它吃掉，粘上被它吃这个吃掉，对。打了我提，你要是争的话，我再走别的地儿，嗯，再走别的走那个。对，关键这三颗棋子感觉是需要交代的一个地方，如果白棋能抢到一个先手。这样是不是白的还可观？嗯，这个先活了，你只是争我一个，然后我那面动手黑棋，这个有点难办吧？对，而且刘老刚刚也提到，这一代可能白棋还有先手，毕竟是一个争子。对，是那个地方才说这个吃掉不是主战场。对，可以吧？这样白棋我觉得挺好。
抢个先手挺简单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个黑棋有点觉得有点太理想化了，太过分了。嗯，感觉从这个力还有到这个托，抢的比较猛。对，这个李东勋，韩国现在不知道是排第位几位了，现在也是第四左右。第四啊，没有那么高哈。对，还是很有实力。挺厉害的，那挺厉害的。但是我感觉他棋比较猛。有点这个温和的少一点啊，是比较猛，抢的都比较凶。好，他是走的这个弹跳是粘的吧？对，这个可能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这样可以了。这样粘呢，他就来劲了吧？他是这个了，对，他就只有这个了。嗯，如果这样吃，回这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白棋等于就被分断了。那白棋就完了，白棋要走这个，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受不了？其实如果这个也行，是等于白棋被黑棋先手分断了，肯定不太能满意。这个不可以的。所以那等于说搬的时候白棋不能吃，要搬这个不能吃。对，那白棋是长了一个，长了一个，这个白棋这个地方要算得准啊才行。当然你要现在粘，那现在粘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它这个一吃这个，这儿有断，对，是吧？等于本来黑棋是这样的棋型，现在这不是打下来这样的棋型，对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如果刚刚的图长的时候，我是可以粘在这边的。对。但现在这颗棋子显然用处就不是很大。不是，这个要冲断了。嗯。你这样哪能这样下呢？这个不可以，是吧？现在他实战呢，就当这个白棋长的时候，他这个不能选择，只有这个。粘回去。只有这个选择。是。同样的白棋现在好像也不能就这颗棋子，如果他虎进去，那他最满意。 对，这样黑棋就满意了。对，因为这边棋紧的关系是无法分断，要走你也得粘。也得粘，粘也不满意，粘这个棋好像也有问题，他就大概粘这个，粘了你冲了他挖。大概是这样。这样吗？对，好像也不可以，他粘上。对，你把脚吃了，他把那冲过来。就一下子整个白棋外面全都饱了。这个也不敢这么下。这样下的话，这个有点碎。虽然把脚拿了，但是这两边都全盘碎掉了。原来你攻黑棋的这个就不好收，那个不好做了。这儿也就一下子攻守逆转了。这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下。好，所以说白棋这个时候，不能粘，对。是这样的啊，对，白棋走什么呢？白棋就这两个冲，选一个。选一个。是冲的这个。他是冲的这个。冲的这个。当然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挡，他会再粘。这样如果你再连。对，我再冲就不同了，你没有挖了。刚才是这样有个挖，现在这个你就没挖了。这样个白棋好。这个白棋好，这可以。所以冲的时候黑棋不能挡了，它只有断，只有断，只有这个图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那就变成了这个，它就要后的把脚给弃了，弃脚了。这个脚呢就大脚给黑棋了，但是呢它白棋外面就铁后，外面可以，外面可以，是，而且接下来黑棋脚上还得补一个，对，还有一长。那你要不别的地方这一长很麻烦。不好办。对，黑棋很难收得紧白棋的气，就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气本身就不够了。这四气，这四气白棋收了。对，但如果是用大头鬼的话，这个地方黑棋是软头，又不行。这个太复杂了吧？这个好像黑棋有点勉强。对，这个黑的气不够，黑的本身是希望能够收一个这个大头鬼。那不好，就即使这个也不行。吃了也很，这不是这个也不行，黑棋也不行的。就是大头鬼也这个是都不行的。对，因为白的能从这边过来。你要这样，你说我这再铺一个，你说我要粘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傻粘上了，我跳回去了。对，即使如此也不行。是，这个黑棋也坏了。所以脚上的长是黑棋无法承受的。对，黑棋得补。一个，这个补是肯定的。然后白棋这么选择呢，它是要后面，要外面了。应该说白棋现在脚是给他拿了。
他这个选择也可以，他要后，他选择的后士，白棋应该好下，应该好下。嗯，这样好像刚刚刘老说的这三颗棋子就显得更加的单薄。啊，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要走这个吧。嗯，很想走，因为感觉黑棋就非常的危险了。对，虽然这个，但是你这三颗怎么个处理？嗯、不明白，我就现在走它也很大。是。是吗？嗯，非常大。我觉得现在走这个就可以。嗯。因为你说黑棋怎么这块怎么活呀？是。不活你被杀这个肯定不行。嗯。太大。是吧？你要活呢，就代价比较大。嗯，这个冲他是没有走这个。对，他实际上是把这儿加强。就虽然黑棋这边可能以后出来有点，这个、还是应该走这个吧。嗯，是这样吧？嗯嗯，实际上是又补了一手。啊，那这样黑棋就得处理这块棋了。对啊，他老不走，现在只有黑棋只有处理了，他走什么？靠、嗯、靠一个。是。现在选择的是连扳。嗯。对啊，这个选择呢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这个，嗯，还有连扳，三个选择。对，嗯，这个呢，这个呢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嗯，对，这样是可以走到下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一类的下法，如果能活的话，也是一个下法，啪啪啪刺激一下。嗯，但现在可能再刺这个估计是刺不到，哦，这个都不只有这个能刺到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是有风险，但是活得很辛苦，嗯、非常辛苦。他是。他是走在，你要长的话，我这一顶也。对，黑棋的眼型也不是很充分，也不见得冲、嗯，可能白的走过来。他可能是冲，再冲，冲完之后再刺、啊都进行掉哎。对对对，对再刺，对，哎，是不是有风险？嗯，这样可能黑棋挺重的。重，反正你再去忙着活呗，也可能能活，但是这个棋有点累，辛苦。嗯。他没这么选。对。李忠心他是就直接的连扳，直接连扳呢，白棋打了粘上。对。嗯。这样，他通过这个棋子呢，他是想从这边飞出来。嗯、啊，飞出来。哎，他多了一个这个呢，飞是这基本上出来了啊。是，但是相应的这个弟兄就被他抛弃了。那得，不能都是你的啊，嗯、总得有一点那个。我都觉得不冲这个跳一个他已经很难过了。嗯。但是为什么不选那个啊？好，现在整个的形势应该说，你说谁好？这个，但是我刘老觉得谁好？白棋也挺厚，嗯，仍然是一个还可下的局面吧，嗯，白棋也挺厚。等于说黑棋实控相对多一点，实控居多，这儿捞了一票，这儿又捞，这都是大的捞着了。对，这个以后还有个挂断，应该说，如果这个当时要先走就是白跳，但是现在黑棋转过去的话，也应该说。有的下，嗯，还是双方非常接近的一个局面，非常接近，嗯，嗯现在白棋的必须得那边大走，他就挂角了、嗯，对，这个棋黑棋什么时候在这儿的搬一个好像，哦，要有机会搬掉，嗯，问问白棋，如果再有机会能爬了，但是现在可能走不到，是，如果能够把白棋再搜，哎，搜一搜，理想是希望白棋再搬，哎，对对对，能搜一搜，嗯、以后看着看实际，如果再多一个子的话，有可能。但是搬一下可以，可以放一下。搬一下是我觉得能搬着的。对，第二下不见得。这个可能白的要放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，目前可能不行。不行，因为白棋整体全盘。但是应该先放一下，再走别的。他这一下没搬，好像他走的什么？他尖顶。尖顶啊。嗯，白棋长。哎，我看最近都是走这个，也有走这个的。嗯。过去我们老是在这分头。二路清分。二路清分是常见手段。是。这个比较多一点。嗯、现在我看 AI 啊，它都直接就这样。但是你小飞了，我还挂，本来都是挂完再小，挂完小飞是这样。对。等你揍我马走了一圈之后，我还往后走。嗯。就是等于是觉得这个位置还是可以。是。实战就是这样啊。对。然后它尖顶。白棋长。长一个。嗯。然后呢，黑棋飞这个。嗯。这个形状，这个呢，这个怕靠一个。嗯，可能是觉得被白棋借劲儿了吗？对呀。嗯，那这样白棋是不是可能会走得远一点？哦，它是这个。对，它这个飞的棋形。飞的棋形就是你要跳，我不会这个，我是会这个。哦。是这个意思啊。嗯。啊，这个很微妙了，这个差不了太多。对、嗯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小讲究。它是走这个，不是这个啊。这个的话，怕它走上面。嗯。行，
黑棋白棋都会拆一个。对，这样白棋拆过来以后，其实这三颗棋子就感觉有点薄。比较，你看这是马上有这样的棋，对不对？有分段，有分段。至少我要是在中央走一个的，马上这个就你得补了，是吧？你得补一个，是。这个位置中，黑棋，黑棋走什么？然后黑棋是跨段，有点凶吧？这个对，把这个断了。这个黑棋好像有点凶，这跨段是马上就要给他那个什么了，要出点气。这个地方他自身还有点问题，是否有点凶狠？这个棋黑棋，我感觉哈，这个这一个如何？哦，先在上面啊，趁着白棋还没把我分断的时候，对这个震一个，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这个搬掉，这个应该搬掉是吧？对，还是想把这定型搬掉，或者你这个棋，在这儿走一个，这个也是，然后你再说靠段，靠段是不是征子的问题？哦，征子，它所以这个子也有点接应征子的含义，对，这是一种想，它是在这儿。然后这个应该搬，他没搬掉，然后走这个，他马上靠断。李东先下得很猛，是，韩国棋手是比较猛的。对，面对黑棋这么凶猛的一个攻势，白棋接下来会怎么选择呢？我们也留一个悬念，请我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。那么我们待会儿来揭晓这个答案。好的。好，欢迎回来。那您现在收看的呢，是我们为您挑选的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2轮的一盘焦点对局，由李东勋九段对阵谭笑九段。好，刚才都说了啊，这个黑棋一跨段，白棋怎么应？因为现在征子征不掉，因为这里有个子，是不是？对，有个接应。对对对，这个征不掉，所以呢，白棋长啊是正规的。一般都是要，就是我们说扭十字长一边，对对，这是最常规的一个基本手段啊。黑一跳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常见手段。跳这个，对，这个单挡也不要去冲，冲了他跑并不好。然后现在黑棋呢，就是说你要么贴，要么走这个，但是呢这一块黑棋啊，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你这个棋是不是这样一走，你这一块棋要小心呢？眼位还不充分，不是充分，要给你框进来，有可能，你比如说这力量大一点，这个还有这个都是要走的，所以呢黑棋啊要补。那黑棋其实是虚晃一枪，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对，给它杀出来跟白棋作战，造成这个断点，然后呢自身的整形，然后再跳回来，是这样吧？实战这样呢，就是我下一步当然厉害了，下一步不走的话我粘或者是走都是，总是要走的，是吧？所以刘老黑棋没有直接走的意思，可能是觉得如果我直接走，白棋可能就会脱先，有可能啊。然后我定型了一下，至少让你这两颗子变得重了一点。我有可能轻了，你比如说你要说我直接走这个，对，那白棋直接走我这个，你对不对？对，可能要硬硬一个。那我可能就不是这个了，我就这个了。这颗棋子马上就轻了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再跨不就弃子了，下法不同了。所以呢，先给你走重。对。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下法。要整形之前先把你这个走掉，以后有可能有变化，然后这样呢就把重了。以后呢，我有可能就比如说我粘上。是。你这样我就一跳，对吧？对。这样你两个我吃的多了就不一样了。是的。现在黑棋。白棋了啊，白棋飞是这个像是一个好点吧？你要是这样，那是白棋希望的，是吧？对，好像这个走着走着。那我再加住。对，这不就可以了？已经对黑棋气非常的紧，冲了都全挡住，这样他已经死了，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是不能马上跑了。那么黑棋这边虽然有一挖，但是好像白棋这个地方可以打了冲过来。他也想好了，你要挖了他一路打穿。暂时也不怕。暂时这个棋一路打穿，这个他觉得你不便宜。一路打过来，也要么挡，要么你要粘上，我再不你粘这个，我再往前冲。这个也是黑棋不好收拾，吃的两颗。这个和中间。
两个得不偿失。对，嗯，这怎么吃啊？在走什么？是，好像马上这边的骑行和中央。不，你这个这尝一个，是，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嗯、这个骑，对，这个怎么办？是吧？对，所以暂时这个蛙是不存在的。哦、我可能还有别的呢，我很可能说不定狠的话有这个，这是吧、哦？反正这种种的都不好，种种的这个利用。嗯，所以不能这样。对，所以就看起来这里白棋有个断点，但是暂时黑棋是不行的。对对对，对对对对。所以实战黑棋呢是想先从这边来找点头绪。对 对, 对, 对。然后呢？这白棋尝尝一个。白棋立。哦，这样哈，这个头绪。啊，白棋先刺，黑棋刺了一下。刺一个，我做个准备工作。站上是吧？然后对。哇，这个有点凶，这个棋呢、这一块要小心。对，要小心气紧的一个问题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有这个对杀，这个黑棋下的比较凶，那么白棋要这个地方是个关键啊，对，怎么样来处理？对，这个好像要走，不走在这有个飞过。哦，有渡过，这个地方。对，有个对过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个形状。嗯，它是。这个、也不要非这个形状太难看，因为什么？它挡完之后还有个夹。对，如果你走这边的话，这个气受不了，对，这个并不好。所以要先尖比较好，单尖，对，单尖，单尖，单尖的话，这个像是这个形状啊。嗯。如果说我这么吃你怎么样？如果走这种，是不是我就下来？挑一个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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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这样黑棋如果挡。对，这样。如何？这样。对，这个对杀是。这个对杀，这个。比较有意思了，这个棋谁可以呢？好像白棋就算是这样，然后通过扳粘也是快一棋的吧？这样？就冲一下。对。然后就扳粘。快一棋。就至少局部是快一棋，对。对，这样我收外面。快一棋是。对。这个是快一棋。嗯。快一棋之前呢，你干脆把这个对尖掉，把这下留了细腻。这样呢就可以了。嗯，哎，这个也是不错。嗯，因为看上去黑棋眼位也不充分，好像没有明显的收获。嗯，那就是说不能从上面收棋。不能从上面啊。对。好，这个棋。对，怎么收？贴这个被这一跳，看来不行。那就得从下面来。从下面来。从下面来是这个，刚刚刘老觉得这个更像形状。像是那个形状。如果白棋在阻度的话。在阻度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我可能。我看了，哟，这个棋我再看看，这个棋比如说啊，这个。这就我得粘上。对，我再来这个。这样我能搬吗？搬了，挑。哦。还是这个形状。那，这个不像黑棋也有点小问题，不，它也可能单加，这个比较复杂了。就是如果黑棋理想是能下成这样，那肯定是能够把白棋封住。但是这里面也有跳回去。对，其实都不行吗？黑的也不太行，不太行。这个棋呢，总之来说，黑棋这个地方，成算比较小。嗯，再想想办法，他实战看走什么了啊？实战就是尖的。尖的。但白棋还是搬的，没有靠这个，他搬的。搬这个。当然是这个棋，你要断的话，它就上面拐吃。对，拐吃，如果粘上，它爬回即可。哦，爬回，把这三颗就闷死。嗯，这么选择的话也是行啊。实战就这样。那看来白棋是觉得这面还没走吗？还对，还没有。没有啊。是定型到这儿。定型到这儿。好像局部刚刚刘老说了，黑棋单从这边对杀不是很有把握，所以他要选择再把这边。哦，这样吃。
那这样的话，如果吃那几颗籽的话，这个有点矛盾。嗯，你在这儿，黑棋这个定型，嗯，刚才不是说这个定型并不，它是改成挡了，改成挡，挡着话被冲过来，冲过来之后呢，这个这几个籽怎么办？对，所以黑棋的思路是。甩掉这个包袱，在这儿活一块吗？难道还是说他想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这个不可取啊、哦，因为什么？中间有点大，中间呢，他、哦、吃了之后厚，不单是木，而且你这个都变成无用了，无用子了。对，本来还有点利用，它不光是木的问题，还有个厚薄问题，在下面总觉得你要是如果吃这个。一动手，这等于前中间放弃了，不好，这个不好。感觉上还是先不要挖，应该先这么动手啊，可能会好一点。现在回头看，感觉刘老之前推荐的，其实把这个籽救回来，然后让白棋吃的小一点，小一点，然后继续在比较宽广的地方再去找新的战场，可能是黑棋更好的选择。啊，弃子好，弃子可能还有点儿不知道，这弃子还有可能。那个实战这个下法有点问题。实战这个下法走了这个，他走这个，现在只有断了，你贴着没有用了，贴被他粘上也没有用。那么刚刚刘老说也不能粘。粘了就爬过来，这个不行，是吧？对，就走下面。他提掉。只能是往这边打了吧？对，然后他是断了一下。哦，断一下。可能。想这两块是不是能有个受气？先贴在这儿，让白棋并。哦，贴这个受气的问题啊，要贴着受气。哦，走别的他还，这个还想有什么问题？对，是这么下的。对，他吃，他是贴这个，然后他这个放气。团这个。然后靠在这儿。这就是杀气的问题，就这个跟这个。对。这个跟这个，除了黑棋能杀掉，是这个气能行吗？比如说这样，这样手粘上，对，铺一个，提掉，对，这个这是延棋吗？那就是黑棋四口气呗。对，就是、那这不延棋，本身就是四口气，是吧？不延棋可能就收一个。哎，对，这样收气，收气。但是有个打劫吗？对，但这个劫就是好像黑棋也很重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。收气，对。对，然后黑棋得扑进去。扑进来，对。正常收是不行。对。但是白棋提完之后，黑棋还需要两枚劫材。这儿有个劫。这是一枚。不扑啊，也没用，还是一枚。扑的话，白的可能得提在这儿。哦。还是说，这样会被差劫材。如果白棋靠本身解的话，这样还有一枚。这个棋不铺的时候，还是提回来吧。不，这是不是把那个就啊就消了？把这个提了，消了。铺这个的话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样对。哇，这也是一个大转换。对。但是白棋已经把这儿吃掉了。然后这边也有不少吃的，可吃这个，可我吃这个。对，吃那个。吃那个，吃这个。是这个，对，然后这边黑棋还欠着一个这个，这样把这个都吃了，看可能这样吧，这样白的也可以，对，挺实惠的，这一条大边，就是白棋可能会这样，这样白棋好吧，这个吃太多，黑棋没有劫，你只是吃这个比较干，还是不如下面这个多，白棋要这么下可以。这个劫看来不行。所以说局部对杀虽然是个景气劫，但是因为黑棋自身太重了，对，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劫材。就是没有一劫，没有一劫的。这边好像都不一定是劫，对，这还有靠出来。不，那个太大。那就是对杀不行。恢复到原状啊。到白棋一靠，这个里面是一个锦气劫，但是黑棋没有劫。黑白棋。对，白棋先靠这个。靠这个，对。这个棋呢，还有你啊，冲啊，都不是锦气，都是撞气。所以在这儿打针都是撞气，没有用。
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这都最好不要走本身四棋。嗯，实战。就这样，那黑棋再转到这边来。啊，转这个，那他补一个多加一气的话，那就这个就没有什么打劫了。嗯。对吧？就不存在打劫，这个都没有劫了。嗯。这不存在劫的问题了，因为你这个他多紧了一气啊，嗯，那就放弃了，因为他劫财，刚才那个说那个劫那个一劫报啊，没有，没有一劫，缺一个劫财，哦，打吃被粘上，这样的白棋把中间就吃掉了，嗯，他就厚了，把黑棋呢只是活这个了，想办法活了，黑棋是粘在这儿，哎，对对对，他活这个了，嗯。这样以后是白棋就搬，黑棋就做眼，是这么活的吗？他现在不，他这个是不是还想考虑？哦，这个外面还想是不是有所期待什么东西？不知道白棋会不会有一个气紧的可能？有一个东西，就有他可能打在上面。现在白棋不走了吧？哦，那就暂时放一放，放一放这边就告一段落了。对。啊、哦，实战是碰的那个。实战这个，对。这个碰一个和这个形状啊、嗯、本来是这样的，对，常见的是跳，但是这个呢碰一个是让你有点不舒服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是比如说走这个、嗯、它有可能加进来、哎、哦，哎，你要是随便二路班呢，二路班对吧、嗯、它还有可能这个，哦，这就是飞的棋形不如跳结实、这个、嗯，对，这个形状不太好，哦，你可能只能听话这样，哦，是这样吧、嗯？那有一种被便宜了的感觉。被便宜啊！嗯，哎，你要立的话，也有各种的味道。嗯，他就先考验一下。嗯，好，这个正常的啊。嗯，这个是应该是白棋的这个权利走这个。嗯，是。这个算成退，白棋呢立了一个。立一个啊，对。中间不管了啊，中间吃不着。嗯，应该是中间呢，因为你自身呢，你要来攻我的话，自身也有很多毛病。嗯，而且关键是刚刚刘老提到的，就这块棋不仅木数、嗯，那么让白棋中央的这些借用呢，也都间接的消失了。这个都没了，这变成以前有威胁，现在这都是废子了，就没有啥威胁了。嗯，对，所以白棋可以向实战放心的去抢控，这个很大。嗯，这个你不管说，我这下面以后有棋的，嗯，这有棋 的，你脚上我多了一个力，这里面就空荡很多了。嗯，哎，黑棋，所以黑棋还是想对上面这三颗棋子发动攻击，啊、它是从这儿招点头绪。这个时候靠就已经晚了，用当刚飞的时候靠行，现在啊，它有可能都。就作用就差很多了，是等于说这个地方是含在嘴里的、哎、那么其实黑棋哪怕再搬都不一定是先手，哎，对，再走三个、嗯、都没事儿、哎、是现在要正常走啊，你的形状可能只应这样，嗯，属于比较正常的，哎，稳当不先补自身的，你要补这个也行，嗯，这靠一个可能都不理你了，嗯，哎，其实真是走，哎，你看他都不理了，哎，你要再走三个他都不理，所以这个位置都不对了，嗯，事过境迁了，现在压一个吧。对，退。啊，走的是比较实，你要实惠点，这个也就过了。啊，直接联络了。直接联络也可以。嗯。因为这个你搬我就还断也行，拐也行，这也可以啊。嗯。这个也可以，他是走这个了。嗯嗯。然后黑棋是搬粘。搬粘，这个很大。我刚才说这个。这一点。点这个。嗯。很严厉，如果粘的话我估计是这个吧、嗯、哦，这样是不是马上得补，那就得连，连的话我这搬回来也是没问题，对，对吧，嗯，这个这也是没问题的，嗯，这样感觉黑棋的这个碰就失去了它的作用，它本来是想通过这个地方寻找头绪能够攻击上面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对，总之呢，黑棋没有马上粘这个。啊，他搬粘。搬粘。搬粘，这个是比较大的一步棋，官子很大，而且还有加进来、嗯，是吧？对。而且防了这个点角。嗯。你要这个跳进来，先就威胁差很多了。他把这个吃掉。是搬这个。搬这个，嗯，可以。嗯。黑棋，你如果搬这个也没啥，他说不定给你打断了。嗯，可能打了贴一个。就没有什么了，他、好像很难对白棋这块棋。现在这面一厚啊、嗯，那面都不是问题了。嗯，那不原来他这面薄啊，都有借用，那面都是要
误解，所以是只一块，薄一点没不怕，就怕是处处薄，两块，薄，或者你要三块薄，那个时候都是很危险的，都被它缠绕战术啊，这个都可以施展，一块不怕，一块就没问题。是，现在都是把白棋厚的问题了，黑棋要找到补毛病了。现在那么黑棋走什么呢？黑棋是转到这边，转过这边，那就白棋再转过去，联络，对，这走着走着，刘老好这几个字，这个不是在嘴里了吗？对，在嘴里了。然后黑棋是走的这个，吃这个。他再走走，他可能是不是还是怕这个？对，怕这个。再走粘，可能不知道是行不行了啊。大吃粘，他有个冲。白棋没必要吧？没必要，我觉得现在他黑棋补一个也是不小的。对，而且也瞄着点这边。这里有个冲。有没有外面的？这里有冲。先手。这里有个冲。断的话暂时是不怕，暂时白棋应该是不怕的。对，黑棋这边气和这边好像，因为你不能紧着气，对吧，这儿有双脚吃，你只能松气，松气这一吃就没了。对，这就一气干。对，对吧，哎，对对，这个比较简明，简明，一气干。对，是吧，这个棋，那就对于白棋来说没，暂时它没危险，没危险，它抢大关子吧。白棋拐了一个，拐一个，就干脆不走这个了，拐或者把这个吃掉也不行。对，这个也这个吃掉就可以了吧，你暂时这个没危险，你先抢木，这个木也不小啊。黑棋只是在这个地方多几个，没有什么木，中间你看这是实际的木，把这个吃掉即可，我这个也先手。他可能是想他是这个没必要了，直接吃掉吧，吃掉很大，吃掉很大，以之后慢慢这个的，先把那个大的吃掉，吃完你看下面还有斑的，很实惠。他实际上走这个，但是想他是想这个，对，他是估计还想瞄着中央黑棋的联络，对对对，他想先手，走这个，实战。那实战黑棋可能觉得中间还是得走一下，然后白棋再顺势把这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很大，这个很大，然后加一个，加一个。他是希望你走这个，我是可能有这一类的。对，从这里可能有一些破绽。让你不好，这有毛病，你这个棋有毛病，是吧？你要断我这打穿了，这个味道这个就出奇了。是。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得粘上。粘上或者这两个选都可以，这个打吃我就粘上，长了我就贴住，或者是。实战是粘上，粘上，也行。然后黑棋立了一个，立一个，他怕这个棋，还是挺严厉的。这个棋有点难过，你立了我这一段，你怎么办？你可能只能是退让。对，但这个退让被白棋先手便宜，先手也是觉得很大，关子很大，关子很大。是，然后是做这个。他是觉得这个棋啊，第一这个飞。这先相应的是把这个就这三个字弄走，这还有主要是这个，还瞄着中央的，这个中央，让你补，然后但黑的觉得上面这个大，都过，这样如果形势好了就这样算了，给了算了，是，实战是先分段，哇，这个有点凶，那就要让你给我做活，做出两个眼，但是做两个眼有点难受，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实战就是做眼，就是真的做眼，有点难过。然后白棋破眼。破眼让你那个继续给我做。对，因为同时刚刚刘老提到这边可能有一些先手。因为他最希望的是什么？我这逼迫你先给我做出两个眼，你要这么来，你自身呢是有活了，但是呢。被我这么都我也走后了，通过逼迫你做眼我也走后了，是，那么黑棋是靠这个，靠一个冲过来，这个有点凶啊，这个一要是被冲进来什么棋都没有的话有可能损，加棋粘上，粘上，棋冲，有点拼命的感觉，黑棋有点拼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分段，分段，
然后再冲过来。对，这个时候要小心，不能马上断。哎，这是他希望的打。对，打在这儿，你敢粘吗？嗯，是，这马上有个劫。这个粘他冲过来啊。对，所以白棋是单走这个。单走这个。嗯。单走这个，我如果粘，嗯，他就这边有，对。断。如果你走这个，我再断。嗯，然后当你再吃的时候，我不粘了。哎，我是联络了。啊。哎，不能从这儿，这个哎，对，这样，这样，黑棋这一块快要死了，嗯，白棋没问题，这儿有回家，这儿有回家，是，那黑棋就死定了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应该说对黑棋已经很难了。啊，对。然后黑棋在白棋团的时候呢，是这边断了一个。嗯，断是想什么呢？好像想这个跟这儿对上，嗯，有点晚。白棋是吃这个。嗯。那不是眼位自身的有问题啊，这两个段想做点文章。嗯，对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，这个因为叫着吃呢，是这门铺完什么粘上它本身带响的，白棋就跟着提就行了。对，所以这样的话黑棋就只能再粘回来。嗯，白棋断一下，再叫一下。对，然后白棋可能觉得有这个子的借用，这一带有点薄，他就补回来了。啊啊，补回来了，对，这样补回来，这个就安全了，这个是安全的。啊，白棋再连回来，因为这个棋啊，这里有打通，这里有打通，嗯，白棋安全了。是的。是的，那要这样的话，黑棋转了一圈不便宜哈，不便宜，嗯、回家了。而这儿被他官子不便，这儿也送进来两个，应该是这样亏了。嗯，白棋亏了。刘老好像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这个棋因为白棋的目数也有优势，然后这一带定型完之后，好像全局也就没有什么再变化的这个余地了。嗯嗯，是。所以最终这盘棋呢，也是谭笑帮助浙江体彩队拿下了重要的一分。啊。嗯，好，那这盘棋呢，应该总的来说还是白棋下的比较顺利。对，黑棋下的有点猛。有点过猛，过猛了之后，这个老是有点这个空不太够啊，感觉是吧？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一盘棋呢，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再见。